张惠妹的《我很爱你》。Oh, is there any particular reason 为什么你就是选了这首歌呢？因为这首歌，对，我看了那个，有一个冠军啊，他在华人星光大道他唱，然后他感动我，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就是也是希望感动大家，感动大家。对，好，舞台交给你。走的这回忆，我可以。